空腹不能吃饭。我没喝空腹，我这不喝空气了吗？我先来个鸡蛋，我将遵循此道，直至终生。你无法逃避。哇塞！我试过了。好呀。这是瑞文的英雄，有点扛着我们。哎呦我操！一直在问我的剑术，别吃经验啊！中风。树叶的一生，只是为了归根吗？吃了个蛋，不太好说话呀。还是别出招了，总是有情。我说实话啊，这把又不投，还真就不太好打。高手嘛，就得挑战自己，来吧。我看俺们中单优势也挺大的，还可以啊，这落水像个傻子，挺好啊。就是下路稍微小劣一点啊，少打野呗，没关系。哎，算了，完了，重开时间过了，坏了，坏了，坏了。中风，他们家打野是个啥呀？中风，来人了，这一瞅就是。先踩我 ，A 或 E， 中风，踩个眼儿来，打野了，不追了，也确实追也没啥意义。谢谢抽奖机器的大皇冠。我今天准时成这个样子，居然连个飞机都没有。我说实话，我这心呐凉一半了。无罪之人，方
蛤蟆没有，谢谢把你奶给你揪了的飞机。 怎么还跑下路去了呢？感谢沙雕橘猫，谢谢沙雕橘猫的飞机啊！这是不女粉丝啊？ 你一看就女粉丝啊，女粉丝，谢谢我女粉丝的一个飞机，快跑啊！你干哈呢？那瑞文也上来了，赶紧跑，可受不了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啊！出来了，拖一刀，平着一走，一 Q 二连 ，一 Q 二连 A E 接大招 ，A 接拖接舔舔。 丝滑呀，这，嗯，还追呀？你干哈呢？ 他指定搁草丛里放 Q 了，我们先躲一下刚才啊，无敌了。 中路让人给单杀，红没了。好 Q， 哎呦，这 Q 没中，我们家红没了。 把一些塔拿了，完事我们就开始我们的无敌之旅啊！耶！
我到中路了，等我来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大招，下回记得看着点我的大招。三秒钟，两秒钟，中风接大招，点烟戳一刀，亮牌收兵。戳一下走呗，再戳一下，中风。中风，红 buff 好像有，都发红 buff。这卢仙咱也不知道到底怎么的就到塔下去了。这螳螂这英雄真不讲道理呀、真是不讲道理，没有道理可言，孤立无援。老螳螂的，我要是个剑圣就好。吃我塔皮！我天哪，这露露双重伤！先去打个蓝，再去打个红，然后开始中路团，我们无敌了。蓝也没了，哎，这螳螂好烦人啊！这螳螂，我为什么不能同时做很多件事啊？我应该是又能打峡谷先锋，我们又去中路团，然后还能去下路抓波人就好。先把中路放了，去下路赶开一波，走。这波应该是俩人全死。好 Q 啊，小龙。俺们家没打野，小龙必须得一直拿。中风接大招，点烟接戳 A 戳 AW 中风，吓死我了，大也不给我。给我啊，进场的给我大，还行，女警。我们回家出无尽，差点钱怎么办？无尽差点钱，关盾弓什么事儿？
还是得先盾攻啊，对，要不然可能会被秒。后边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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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莫干了。哎呦我，一人有点多，给我来。妈了个巴，一扣耳链接大招，戳一下 ，Q 闪。蹲我。我这儿呢，你姐，给你来一个，哎，拆一个二塔吧，能拆不？差不多。一走拖一下，我中风，这实在是没蓝了呀，这好闪现啊，好脆呀，我决定我也来一个反甲啊！我出完反甲，出完无尽，我再来个春哥。荣耀存于心，不于行。往下路走一波。我亚索没蓝有毛病吗？螳螂这英雄，哎呦，确实有点猛啊！他打我确实是有点痛。对面女警出装挺华丽的，我一看。这是要出啥呀？这是火炮拦切呀！小可爱可以啊，漂亮，他们家女警中风先不上啊，我就吸点血的，技能交，所有技能全交我脸上，有点痛。关键他们家带控，戳螳螂，嘿我好闪，一没事，这火蓝跑不了，给我追来，我追，这火蓝今天必死，我一 Q 耳链，打翻了戳一下，平A接中风接啊，接戳。
平衡换了一个。火蓝确实有点烦呢、啊。龙没了，算了吧，那给他吧。老晕我。出点魔抗，一会儿再说吧。不用出魔抗，这是他技能我能挡。等个暴击，马上我们就无敌了。这还目前为啥没无敌？因为没无尽。那有无尽，我一打四个。只要有小兵啊，没小兵不行。中团果然女警是蓝切，给我杀的落手来。他们家五打四都这么猥琐，那不出来打架了。今天必须给我死。小心左边啊！啊！我这螳螂一个人把龙打了，中风。中风。拖一刀，再拖 ，A 接中风 ，A 接 W，A 接拖，接 E 接 A 接拖，接平 A， 接平 A， 接写不来，这到时候没写来。我他妈把你杀了！猜中，我盾弓还没触发呢，猜吧。小可爱怎么老没有蓝呢？也怎么的呀？哎呀，这蓝也不够用啊！下件装备咱们来点啥呢？你出个蓝装。蓝不够，你这是一整这续航打不上，还能杀一波人，那能行吗？哎呦我这抠，饮血剑呢？我觉得行，饮血剑确实差点吸血，或者最后整个春哥也可以。直接往里冲来，把这火蓝先杀了。
就杀这火蓝啊，回头杀落手，来打螳螂，先把螳螂杀了，再杀的落手 A 戳 A E 平 A 戳一下 A A A 戳平 A、啊、中风呀，没中风。哎呦，哎，喷塔扣了啊！等会儿我上来了，我下去。快快快！喷塔扣了。我觉得瑞文应该往我们家里头跑，所以我现在吧一直追他没用，我得回家。可恶，小王八蛋！一定要先杀他们家的火蓝，只要把那火蓝一杀，我们就无敌了。我没有魔抗，只有火蓝能治得了我。差十秒钟，我们有闪现，下波直接闪现一 Q 戳他。小兵。先把火蓝杀了，再杀女警，中风，抽，再说，一波，我都不敢秀，我说实话，我都不敢那双风。把那螳螂给我杀了。